因为即使林康正 ，OK， 正法佢唔系被正法啊，其实喂，被咗鸡监，佢而家系暂时被拘留啫，咁啊应该超嗱，佢48小时之内咧就应该要放人噶啦。咁當然亦都唔能夠排除咧，後日就過堂就被告呢、這個被告唔知咩罪啦。咁佢係以涉嫌暴動罪被捕啊。咁啊，如果暴動罪我哋之間咧聽見嘅咧，都係六七年起嘅咯喎。係暴動一定六七年嘅。咁你可以坐六七年噶嘛？我哋啊啊《啤梨漫步》又真係要揾我個主持嘅咯。咁我真係要諗諗佢。係嘛？咁啊，即係 show must go on 啦，冇理由。咁啊，一定要啦，一定。咁當然啦，呢個情況，呢個情況我哋係覺得係荒謬到極點，所以我要再一次咧，就要狠狠嚴厲咁樣譴責呢一個香港警局濫暴。而佢仲話呢一個係即係咁啊！頭先啱啱喺個網頁度睇到啦，有人話我哋即係有人冒認記者，點解要冒認記者？咩為咩為之記者？點為之記者 ？OK， 阿江 Sir， 你同學校嗰啲係咪記者咧？我想問。咪係咯。中大校園嗰啲係咪記者？係啊，係啦。OK， 咪咯。甚至乎，如果你咁講，要係政府新聞註冊處。嗱，中大嗰份報紙啊，政府新聞註冊處有註冊㗎，搞清楚啊，江 Sir。如果你話一定要政府新聞註冊處或者記協，咁 CNN， 我上次問過啦，咁 CNN 又算唔算係咧？梗係啦，外國傳媒嚟咁，喺政府有登記嘅。外國傳媒機構喺政府要嗱，咁我哋啱啱頭先咧，嗱點解我哋而家咧突然間會播咧？我哋將第六節就搬咗上嚟第一節度。哦 ，OK， 第六節係當然係將搬咗上嚟第二節度，因為四海哥要走啦。係啊，而點解咧？因為有事，因為有家人食飯同埋好撚凍，但我哋係唔夠膽熄冷氣啊，因為我哋部機咧今日咧，我驚佢又冧啊。所以我哋係好冷凍底下， okay。 我哋啱啱頭先就出咗條橋，咁就希望大家咧，其實呢條其實呢條橋我哋出過㗎啦。咁但嗰陣時有講冇做，而家就要坐言起行。首先我哋係要註冊一本刊物嘅。咁我諗唔好兩週啦，以月刊啦。拜會你唔好月刊好啲。月刊啦，嗬。OK， 月刊形式。咁我希望大家到時要訂閱啦，我盡量希望個價錢可能100蚊、200蚊一年啦。咁就用啲咩咧？就好似讀者文集咁寄俾你哋又得 ，OK？ 寄郵費貴，或者你哋上嚟攞啦。Anyway，OK？ 咁於是乎我哋係刊物出版啦。刊物入邊嘅內容我哋都諗咗啦。嗱，廣告都諗埋添。OK， 即係當年廣告嚟嚟去不嚟呢個咩 CCTV 啊、古組啊、40% 嘅簡易啊等等等等嗰啲嘢啦。OK， 咁入邊有文章咧，有圖片啦，甚至乎有美女寫真。有冇搞錯？廣告冇寫嗰啲嘢，係咪先？有，一定有嘅。OK， 咁所以咧，我希望大家到時要支持啦。咁我哋盡快咧註冊呢個刊物，就盡快成為一個紙媒啊，同埋向呢個新聞。以後我哋啲記者證就有效啦。係啊，我同阿 Billy 哥訂咗個 column 米㗎啦。其實係咪咧？我覺得而家都有效喎，點解冇效？而家都有效㗎。不過佢話唔係咁解啫嘛，呢個多 Q 魚啊，大佬。點解冇效咧？係香港新聞自由嚟噶嘛？係基本法寫明噶。咁其實可以出嘅記者，但係記者出咧就好尷尬，點解咧？就琴晚開始已經有一啲記者俾人拉嘅，咁通常都係啲網媒。咁原因係咩咧？佢哋第一就話冇報刊註冊，第二就話冇政府新聞處嘅。第一就話冇報刊註冊。第二就話冇政府新聞處嘅，咁我哋有兩個記者走嘅時候咧，就搞咗好耐。但係因為我哋有保安註冊啊，政府新聞處咧，佢最後放咗我哋兩個記者走。我哋係報館嚟嘅，咁我哋兩個決定留守翻喺入邊嘅。咁啊，有啲記者又擔心出嚟嘅時候，俾啲即係黑警啊，話你係咪記者，唔係又拉鳩你，咁又要有記協，有啲人以為記協嗰個證係最緊要，係嘛？啲人以為記協嗰個證係最緊要，係嘛？咁而家做新聞就唔計得咁多呢啲㗎啦，你拉咪拉咯，係咪？咁我哋有兩個人喺入邊，咁出邊亦都有人嘅，咁都係報導嗰個情況嘅嚇，咁啊冇介入任何嘢嘅嚇，咁呢個就一定要講清楚。但係而家形勢咧。就非常之嚴峻嘅，大家都睇到。各位行家、各位市民，大家好，我哋咧係一班慈善嘅記者，亦都係代表住香港記者協會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嘅今日嘅一個嘅聲援嘅行動。我相信大家咧都知道，尋日立場新聞有位特約嘅攝影記者被警方係拘捕，到而家仲未獲釋。浸會大學新聞系嘅一個同學。他是持有有效警方認可的香港記者協會的會員證，亦都被警方
無理咁樣去拘捕，佢係持有有效警方認可、警方認可嘅香港記者協會嘅會員證，亦都被警方無理咁樣去拘捕。